他有这个身相，白衣大士，穿白衣，拿到手上拿着如意宝珠，一只手是一焰印，一只手是一焰印。啊，他的手印是这个手印。总之日还是显日，显日，因为观世音菩萨是属于阿弥陀佛这个莲华部的，所以他种子日是谢日，是阿弥陀佛的种子日，是一样的。